9.025。兄弟们要完成的动作，剑字后手翻至第二公分转360，他做的比较轻松。但是难度不大，他做得很轻松，动作也很规范，但是可惜的难度小了一点。完美的演出。再来关注一下德国的选手姑呢，他的第一次试跳得到了8.888分，那么来看一下他第二次试跳。他第二次试跳也是9.4分，是新手翻躯体前空翻，跳的跟刚才的上头四是第二个动作是一样的。他的落点都很好，空翻也很高，看起来这位